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一套的 look， 我觉得不会走太夏天，又有一点秋天的感觉，是因为上衣的颜色是咖啡色。那咖啡色一直都在拍照界里面是一个非常质感的颜色哦，又是一个转换季的代表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手袖是长这样的，它是可以把手臂盖住，然后呢是做我最喜欢的方领，肩膀比较肉肉，你可以稍微微拉一字领，你就可以撑起来。然后它是小上衣的设计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尺度是 S 到 L 都可以穿的，然后呢胸围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。然后有没有看到有点透肤透肤的？好，所以呢它不是件热的上衣，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季节穿搭。那它这个小提花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其实很精致哦，它的这个布料上有做提花刺绣，然后这边是有做这种松紧带黑白配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是不是很美？我觉得这样子黑白配也很好看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搭配。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都不会露到肚子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。你有没有超瘦？